我们现在在欧洲宿舍啊，还是在亚洲？当然是在亚洲啊，你是哪个城市有问题？这个是什么啊？哇！这个也太像欧洲了吧！走，鸭鸭一秒带你去欧洲。我们现在在宜兰维多利亚区银川。现在这边离我们租屋处大概只要二十分钟，这里也是在金凤区哦。20分钟啊！这边真的是有够热闹的啦，你不觉得大陆这边的公园也太好玩了吗？好小的，有这么多小朋友的。哎，我去跟他比赛了。好。你们骑太慢的了。你们恐龙怎么那么慢？回来了啦！叮叮叮，时间到了，回来了，赶快还车了，这很贵哎。十分钟20块，你赶快还回去。刚刚那个几位告诉我们，走这个楼梯上面给。My appetite, don't leave me alive.